没想到您以前还是什么练习生啊！年少无知嘛，对吧？谁都有做梦的时候。艺人做不好就来做导购，那做导购也不见得就比艺人容易。所以嘛，小丽姐，我一直想请教你来着。我看我们公司的销售业绩，您一直都是第一名，有什么诀窍吗？还算你有点眼力劲儿啊！我免费送你点经验。你看这是什么？女人，这就是顾客，就是人民币呀。 贴身服务步步紧跟，只要他眼神一落，瞅哪家就给拿哪家。只要他敢进试衣间，我就敢夸上天。版型特别好，您可以上身试穿一下。等着，欢迎光临 HOKO， 请随意试穿。哎，你好，这个衣服有我穿的尺码吗？当然，这件 M 的就合适。是吗？哎呀，哎呦！看了，这衣服穿在你身上就跟长在你身上一样，背后就写着两个字儿：“你的”。不是，这是不是有点紧呢？是有一点点。谁说小？姐，我告诉你啊，这种风衣的设计，一般人还真穿不出这种味道。是您气场够，这才撑得住。哎呀，那我……哎，好，姐，我给你包起来，小琴，那个给姐结账，记着打折，姐您的包。姐姐结账啊，绝对给你打个折扣。 我好心教你，你倒好，拆我的台呀！这是有点不太适合他。反正很多人来买衣服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好心当成驴肝肺。我倒要看你能有多大能耐。